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，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？字不如表，表不如图，图不如视频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教师。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。我的目标是够全、够新、够精。听高老师细说 PHP。大家好，我是熊联的讲师高洛峰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子。妹子，前面呢，咱学习了 MemoryCard 安装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咱们也可以用 TileNet 作为客户端连接到 MemoryCard 服务器，对吧？然后咱们看到了状态。那咱们有没有其他的操作呢？咱们说了，操作最主要的还是在程序中完成，对吧？利用程序中的扩展函数，像里面添加数据啊、修改数据啊、删除数据啊，对不对？嗯。是不是这样操作？那咱们平时管理的时候也可以用命令行去管理，对吧？对。那命令行上有没有一些常用的命令呢？命令呢不算太多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呢，咱说命令行操作不是咱们主要的方式，所以我给大家就介绍几个常见的一些操作就可以。比如说这几个，前面咱看过那个状态了，对不对？嗯。这里边咱们就不多说了，就看 MemoryCard 服务器运行的状态信息。然后 ADD 是添加数据，然后呢 Set 呢是替换数据。添加什么意思？如果里边已经有的一个值了，对吧？那我再添加的话就添加不成功了，嗯，对不对？那 set 什么意思呢？类似于修改数据，如果那个数据不存在，它就是添加；如果存在，就是修改，听懂吗？嗯。如果你在想什么，看于添加原来数据，不想添重复的数据的时候，用 ADD； 如果想修改数据，用这个，和新加数据都可以用这个。但是这个呢，如果原来数据不想修改的话，你会把原来数据覆盖掉，嗯，对吧？Get 是从服务器端获取数据， Delete 是删除数据。如果想清空 MemoryCard 的话，重启，当然这不是最主要操作，对吧？使用 Flash LL 就可以清除数据。那我用 TileNet 连接上之后，命令行的一些操作会提示这么几个错误，下边的三种错误。 L 就是普通的错误信息，比如说指令错误之类的。这个 Client 错误就是什么？客户端发生的错误。这块服务器端如果处理出现错误，比如说内存失败啊或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就会出现服务器端的错误，嗯，对吧？我们来再来看一下，前面呢，我们 MemoryCard 已经怎么的，已经启动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们这里边直接用客户端连接就行 ，TileNet 连接，我这是 localhost 就可以连接本机的，你也可以用我的 IP 11211，好，连接上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如果什么都不执行，你看就是 L 错误，是不是提示了我的这个错误？嗯，证明命令我写错了。我随便写个 AA， 是不是也错误？嗯，对吧？那这里边我们要执行这几个命令，正确的是什么样的？那首先呢，里边就是前面都说过的键值对的数据，对不对？嗯，那必须得有存储几个信息，第一个就是得起个变量名字，就是键，对吧？然后保存什么值？嗯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多长，保存多长时间，是不是这几个？嗯，所以我们在这块看一下，这几命令最复杂的就是添加和 set， 它俩的命令形式是一样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其他都非常简单。首先我们看一下添加数据这个格式，有几个参数呢？首先是写命令，然后起个键，看到了吗？嗯。然后这是一个标记，然后有效期，然后长度，看到了吗？键就是你自己起的一个保存的变量名，相当于标记呢是调用 set 指令保存数据的时候的一个 flash 一个标记，没什么太大用，你随便写一个值就行了，12345啊什么都可以，这不用再纠结，这个标记随便写一个就可以，对吧？然后有键有标记了，有效期在服务器上的保存时间，如果指定零的话则是永远保存，对吧？单位是秒。然后呢，数据长度，数据长度是什么呢？就是多长，对吧？那我都说这不只能保存字符串，我保存整形怎么办呢？我保存 PHP 数组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那如果咱们用 PHP 那道扩展不用命令行的话，咱们 PHP 的对象和数组能不能序列化？可以，是不可以？它会自动序列化往里存储，对吧？这些大家都不用去管理的，而且用程序还可以做到压缩，听懂吗？会更好一些。咱们命令行只是演示一下。然后指定长度完之后，一回车之后才是录入数据，你指定长度多长，录入数据就得多长，听懂吧？然后呢，这个如果成功的话会提示这个消息，
如果失败的话会提示这个消息。嗯，好，我们这里边我就试试一下 ADD 是不是添加，嗯，是不是得起个键值啊，是，比如说我叫做what 行不行，嗯，然后是标记随便的一个标记，对，我写个一行吧，然后下一个是什么，是不是时间呢，对吧，我指定零是不是永远保存，只要我服务器不重启是不是就在这儿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个长度，比如说指定十个，一回车下边就输入数据，必须十个，多一个不行少一个不行，对吧，当然如果用咱们 PRP 去存的话，那咱们添加字符串 PRP 能不能判断的长度，能，是可以的，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不用管了，命令行上必须这么指定，那比如说我输入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你看我九个少了一位，是不是都没过去啊，告诉我是客户端错误啊，对不对，数据存储是不是有 error 了，那 ADD 1 1 0 10 1 2 3 4 5 6 7 8 9 10是不是就存储成功，嗯，对不对，那我再存储一个 ADD today 命令，标记一下，比如说还是一，然后存30秒，对吧，然后10个长度，存1 2 3 4 5 6 7 8 9 10，对吧，那怎么获取数据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添加数据这样，获取数据就是 get 直接加键名就行了。one 里边存的值是不是一行 A？ get to 存的值是不是一行 B？ 对不对？而 B 我只存多长时间呢？只存30秒，30秒之后就没有了，对吧？那比如说 one 的是永久存的，我会一直存在，对不对？那我能不能把 one 那个数据删除掉呢？可以，用 delete 删除 one。是不是就 delay 删除了，删除之后我再 get one 是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，那我 get two 有没有呢，有，没了，为什么，因为30秒过了，对不对，这不是我删除的，如果我想清除里边所有数据，你看我再添加一个 ADD 1 1 0，永久保存十个长度，1 2 3 4 5 6 7 8 9 10， ADD 2 1 0 10，然后1 2 3 4 5 6 7 8 9 10， ADD THA3 1 0 10， 1 2 3 4 5 6 7 8 9 10，是不是都是永久保存的，嗯， get one 看一下，缩小一下怕大家在下面看不到， get two， get THA3 是不是都有了，对，那我这来执行一下这个命令，什么呢，删除命令，对不对，使用我们说的这个命令就可以删除什么Flash AR 全部 FLUSH 下划线 AR FLUSH AR 是下划线 FLUSH FLUSH OK 对吧，刚才我的是命令写错了，对不对，嗯，那看一下全部删除了，那我在 get1 呢没有了吧， get2 呢也没有， get3 也没有了，对不对，所以这就是我们简单的增删改的一个过程，对不对，那个增删改有没有查呀，你看，对吧，命令行操作就这么简单，对吧，当然我们也可以看状态 STATS，对吧，就是这么多长的命令，然后退出 QRIT， 对不对，那我们怎么去处理，你看学数据库买新手层最主要是便利，对不 对，这里边我们在外面开始便利其实是没意义的，对吧，对，都是临时数据，我们通常是不去便利的，就是存然后给对键名了我们就可以取，对吧，然后再不删，就这一个操作，便利是不用的，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尽量模拟一下这个便利，模拟便利，但是这便利有的时候它是缓存的不太准的，对吧，但大家可以稍稍知道一下，那我再添加一些数据，添加 one， 然后呢刚才数据是不是都清楚了， one， 然后呢标记是一，对吧，长度是这个长度十个长度，1 2 3 4 5 6 7 8 9 10，然后 ADD two 标记是一零十个长度，然后呢1 2 3 4 5 6 7 8 9 10， ADD THA3标记位随便写，对不对，十 ABCD 四个了吧，对不对，五六七八九十，然后 ADD4
比如说三零十个长度，然后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单独使用 get one 都可以 get two， 哎，错了 ，get t h e three 是不是都可以出来？嗯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想，我不知道我这里边存了哪些键，对不对？我想便利一下怎么办？便利一下怎么办？使用这个命令，什么呢 ？s t a t s， 我们直接回车，这是干嘛呢？这只能看到这些状态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还可以 s t a t s i t e m s， 如果用这个呢？看一下，我们能看到什么？能看到这个选项的标识号中间是不是都是一样？嗯，看到了吗？嗯，都是一这个标识号。那我们怎么取数据呢？我给大家记录了，你看在这地方执行这个命令，可以看到很多 ITMS 行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不是这段行？嗯，你就看中间标志位，有的是一，有的是二，有的是三，不同标记位。嗯，那标记位是相同的，就是在一组里边，我们只能查到这一组里的数据，明白这意思吗？现在都是一，是不是能变成这一组里的数据？对，对吧？然后再使用状态这个 catch dump。使用这个命令咱们获取，嗯，然后呢三指的什么，就是 ITM 后边的数字，咱们这个数字可不是三，是几啊？是一，看到了吗？嗯，咱们的数字后边是一，不是三啊。然后后边零就是显示全部，如果指定一呢就是显示一条，指定二就显示两条。嗯，就是你便利的像咱们数据库里边的 limit 一样，嗯，显示几条，返回来的呢其实只有键值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看到状态那个标志位都是一，对不对？嗯，我就能标志位都是一的变出了 S T A T S C A C H E D U M P， 然后标记是一，选项后边这一六是一，对不对？如果有二的话，那你再单独变成二的。对，如果我是零的话，你看是不是键值都出来了？但是没有值啊。你要想值得到值的话，你就 get 什么 for， 是不是就得到值了？那我这块 S T A T S C A C H E D U M P 一标志，我只要是写两个呢，是不是就变成出两个，对吧？这就是简单的一个便利，嗯，对吧？但是呢，用的很少，只是呢，我们可以模拟的去做一下这样的一个操作，对不对？嗯，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。到这儿呢，我们客户端的操作就完事了，嗯，对吧？因为 Mimikatch 是一个很小的一个软件，对，对吧？我们只要会安装，对吧？然后为客户端连接，在客户端里边能简单操作就够了。你在程序里边操作也就这么几步，嗯，对吧？然后操作的值要想到，大家就算不会命令行操作也没关系，咱们重点是用 PHP 程序作为客户端去操作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这节课 Mimikatch 咱们就教到这里，下节课咱们开始在 PHP 里边安装扩展，然后用 PHP 的扩展函数咱们去访问 Mimikatch。这样的话就可以把我们应用程序结合在一起，好吧？好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这节课咱们就介绍到这里，再见，拜拜。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，总结能力非常差，胡乱学习，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，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，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。为此，峰哥推出每天六十秒语音，为你答疑解惑。加入峰哥微信公众账号，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。用微信扫描二维码，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连，出来一个高大威武、有内涵的帅哥，就是我了。点击关注，我就会天天骚扰你。